如果我接触海洋这些年，我觉得我们人没有那么伟大，可以去保育海洋。我觉得一直以来都是海洋在保护我们，我们能做的就是跟它共生。但是当真的人在现场，然后泡在海水里面的时候，当这个发出声音的鲸豚，它如果比如说它是比较大型的，像大赤鲸，然后它就在你的脚边的时候，我甚至是有机会因为它发出来的声音，让我全身是有那种被震动的麻麻的感觉。在那个当下，你会又是一次震撼，竟然有一种就是你可以因为一个生物那么庞大，然后它发出来的声音让你全身是觉得被微微的推动，或者是微微的麻的那种嗡嗡的那种感觉，对，这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感受。